中华电旗下的中华这不跳掉了，跳到哪里去啊？中华跳掉了，今天这个有点怪，跳来跳去。中华电旗下的中华金策新厂房正式揭牌，董事长蔡立行表示，将以凭证总部来作为营运中心，提供生产还有技术和研发的服务，预计第四季登陆新柜，明年底有机会可以申请上柜挂牌。